这个停电是在加兰普莱22，这个已经跟那个 restaurant 已经被他停电了，所以餐馆不可以去，他已经可以去停电，已经停电了，所以蜡烛，所以他点蜡烛。他点蜡烛，你没看到没？他点蜡烛，所以会比较暗，已经加兰普莱22已经停电，停电是因为比较暗，已经没有电了，所以你就那个 national 的是这个 ，TNB 是这个。这个那个是Clean Dobby， 谢谢大家。我们是 TNB 的车。哦，来这边修电呢。修电了。看到吗？你看到修电？在那边。在那边是。来，我转到一千给你看。转多一千给你看。转多一千给你看。给你拍影片。给你看一个停电。停电的是那个是 DNB 是停电，你看到那个 DNB 的车，的那个 National 是 TNB 是，DNB。为什么有黄明志要那个有 TNB 是那个的那个 National Verhead DNB 那个 DNB 是的那个，你看点蜡烛，你看到他点，你看点蜡烛，点蜡烛会比较暗，可以来，不过会比较暗啊，点蜡烛啊，点蜡烛用餐呐、啊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电，所以他就点蜡烛用餐。点蜡烛用餐。啊，多一下子会有来电。那 TNB 在那边修理了。你看 TNB。他车在那边，哎，他在那边吗？他这一排的电受影响。受影响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排的电受影响，就是这一排人没有电了，影响到他没有电，受影响。这么。哎，他在那边修理，哎呀，在这个电箱，看得到，这个，这电箱，电箱修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支持，我们再见了。